因本来就无够啊，就会积水啊。你也无搁搭保持伊这个功能的时阵，伊会积水会愈严重。所以伫四月份，咱伫这个顶头段有去清扫，啊，毋过因为迄阵钱无够，迄阵看起来是顶头哦，积较严重。到四月了后，啊，就是咱议员、村长搁代表咱秘书有做一番应对。这顶礼拜有搭清好尔。嘛，非常感谢咱馆长今仔来甲咱关心咱哦，这万年大牌甲诶。在于水利系统，讲实在的啦，每一届，干那为着这疏浚，莫讲这几啊十栋拢无做，逐届都为着这疏浚的问题，头壳拢足疼。哦，啊，搁有咱这村务部大牌，咱要安怎来吼？爱来甲设施做整体规划啦。除了疏浚地标以外啦吼，咱嘛希望讲啊，整个整治啦，会当提报计划，啊，互中央啊。争取较侪经费来真正吼，来甲咱这水系当改善完成啦吼。啊，我感谢咱的吴文雄议员啦吼，伫咱的这个议会啊，都耳提面命，一再都吼针对地方的这需求、地方的需要，甲阮真侪这个提醒啦吼。所以，阮嘛会配合这个脚步吼，共同啊来啊继续努力啦吼，也希望吼咱真正当改善这个水患啦。啊，抽水机啊，就是讲啊有抽水的需求。一般就是讲啊，遮水位较悬啊，啊，即摆庄头捡水捡来到遮的时阵，水位悬排袂出去，啊，毋过佫继续咧落雨，顶头水佫伫内面安怎，就是一定爱水流出去。所以一般咱公所拢会调移动式抽水机啊，放伫路的口湖甲水南，吼，伫尖山、礁埕、甲牛头湾，甚至新港大排里这边有庄头的较常侪人咧出入的时阵吼，阮就会优先来提报，吼，提报这个需求，啊。借由这样的逐步的改善，等于讲咱的防汛就越来越安全，然后越来吼的一个效率会越来越好。都家是万年大牌，就上游了哈，这是摩天大牌的下游哈。啊，记得去年8月23号哈，啊，迄、那个水灾哈，各个咱家是常态性跟必须哎，哦来设这个临时抽水机甲水，哦，油来高，甲高的水，油来有当天啦哈。结果吼，干那办一算啊尔吼，产在抽水机的临时抽，因为移动式抽水机的，这个车辆都无要动弹力啊！你甲看，规片就起啦，如同汪洋大海，分不出生，分不出是路，到底是路，也是水沟啊。有当啊，无法到这固定式的这抽水站哦，甚至其他哦清扫啊不及的所在啦吼，那总共会当做移动式的抽水站。咱是借用以往吼，即饮水的经验啦，该当伫倒位啊，爱做移动式的抽水站，咱就吼来做啦吼。啊，当然即马的即个工法啊，比以前搁较好。当然即马搁想到无论是安全的问题啦吼，还是讲你安装啊时间上的即个争取的问题吼，所以呢吼，用一个平台啊，然后甲咱的即个吼讲吼。啊，先带好啦，预埋了这些管路啦吼。那抽水机一来是马上安装啦吼。啊，所以我伫遮嘛感谢我咱的这个啊水利处长啦吼，啊，甲真侪吼咱做专业的人员吼，一旦用心嘛来真想要安怎改善咱的水患。啊，所以伫咱水南乡各加七台的这个吼移动式抽水机啊，我相信对咱整个水患的改善呢，应该吼加减拢有帮助啦。安尼啦吼，啊，伫遮感谢大家啦吼，透下到时拍摄啦吼，谢谢啊，好。